我给逮着了。哦，是谁呀、啊？是谁、啊？快放了我！怪兽，交给你了。好的，贝尔公主。赶快跟我走，快点！哼哼哼，这回白雪插翅也难飞了。一天待着真是无聊。嗯，怪兽，真巧呀，你也是在家待着无聊吗？哦，对对对对，哪吒你说的太对了。哎，这是什么？救我，救我！我抓的吃的，小鸭子，小鸭子会嘎嘎嘎呀。哦，我抓的大公鸡，那大公鸡会喔喔喔呀。我抓的是老牛，老牛是哞儿哞儿。别骗我不知道，我倒要看看里面到底是谁。是白雪姐姐，你这个坏蛋！哪吒，快救我！哪吒，你饶了我吧，是贝尔让我这么做的。又是这个贝尔，我告诉你啊，喵喵喵！啊，行，啦啦啦，嘘，嘿，抓住了，抓